我的生母因为过分担心我的安危，一病不起，竟然驾鹤西去。我现在还记得，救我的是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，将我藏在供桌之下，又用营囊吓退了叛军。想不到殿下还有如此坎坷的经历呀。刘杰因为救了我的性命，父皇便将他的姐姐封为了皇后。太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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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。太子，这儿没有。太子，看来你的命不该绝呀。我记得在分手的时候，他送给我一个银囊。等一下，你要喜欢这个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我真想找到他，因为我忘不了他的眼睛。看来你们的缘分不浅呐，缘分早晚会把他送到你身边的。